你买啦，这个砖板是真的啦，不过有花钱。这你刚好是用的两年。两年换一个啦，换一个。我记得毛毛。换了，不然你买砖板干嘛用换？安装换了。我这次用怎样？我这样使用就可以了。啊，平时用就可以了。放心吧。
完成了又来，走过路过来看看了。来，装鱼装的有10块钱，来走了。
门要不要？快给你看，你要。我拿给你。